是贸易馆台北冬季旅展枪枪棍，乐队女郎与民众大跳骑马舞，现场民众林先生还拔得头筹，获得美国来回机票。9点多，所以从三重出发应该8点左右，对不对？一大早那就起来了。哦，1点多就起来。他本身是从事什么行业？电子。那今天是特别请假，对不对？台北冬季旅展主办单位建议民众逛旅展时应该全数收集目录，了解产品价格与自己的时间后再做选购。那想要逛旅展的朋友们要把握这4天哦。那我建议的方式是在会场每一家都收集目录，再一一做比较，去了解它的价钱跟时间，然后再去做选购，这是最好的方式。现场商品琳琅满目，也有业者大手笔的推出60到80坪拥有私人游泳池与花园的顶级 villa， 吸引民众目光。像我们有翡翠古城、珍珠海域、金色撒哈拉跟罂粟花城，全都是摩洛哥当地的建筑元素跟故事去打造的。春节前唯一一档旅游盛会——台北国际冬季旅展，1月4日至7日于世贸易馆展开，总共有100多家业者参展。台湾情报记者徐清盛台北报道。